这辆王宝强的假发，什么东西？王宝强的假发。哎呦，王宝强，他这好多假发的嘞，好像啥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起雾吧？有点，脚好痛，真的。就是紧张才跳，不管坐在那里。我第一名，你是我的奖品啊！我得吃饭。不是你们为了那奖品至于吗？其实你们的服装都已经加分了，你的也是加分了。你自己最加分。我这个是这个武器一样。不，我有个是加分的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哦，因为杰伦他有耍杀人棍。哎呦，不敢算，不敢。我拿要拿这里会更好。哦，你试一下，你拿这里控制不住，你拿这里就控制不了，你可以试一下。陈大，你别乱搞，你不要。你看这里，他就。是吧？哇！马上上台，不要马上。哦，对对对，其实是往左右这样甩，来，哦，哎呦，哇，帅，哇，哎呦，丢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踩到了，算了吧，我去拿那个，拿那个。咋回事了你了？你嘿嘿，然后就踩住了。Michael 还是杰克逊的16号，这里来哦，座位上那个哦，谢，待会儿，关系，这回别再磨了，真的有了，放到外面。你看超哥在那后场精明啊，在哪儿啊？真的假的？这儿的 Michael， 他们被人认出来没人啊？还没。还有人模仿邓超，这人是模仿邓超啊？哦，这对，这么巧啊！有没有在这当群演，或者是就是走场？还有贾鹿晗呢？哇，好呛！有感觉。昨天才。我们还上去吗？这个太厉害了。这感觉比鹿晗自己跳的都好。下面请欣赏2020年戏精大会吐槽版，有请解说员登场。废话，自己唱的能不像吗？但是说实话啊，咱要不知道他们是谁，这俩人脑子是有点问题。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16号选手登场，有请。
哦，是个组合好像是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放错音乐了，但是说实话啊，咱要不知道他们是谁，这俩人脑子是有点问题。对，看起来是要不认识他们，真觉得脑子有问题，感觉不太正常。跳的还不好，然后但是很自信，很自信。而且完，在我看来完全没有排列。感谢两位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还有才艺。我们的评委老师给我们机会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展示一下别的才艺的。可以啊，当然啊。那唱歌了是吧？我就在台子上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三十的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心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。每一次怼妮都不是很自信，怼妮，谢谢。他还是不熟悉这个节点，可以的。